随处而坐。2008年3月23，在辽宁省海城大悲寺法堂，上庙下祥法师为僧众开示。等我闭关的时候，这些事儿就不在话下。因为闭关就这些原先有这个基础，在闭关的时候，他一般的就能克服了。说这个坐禅呢，你别拿它当小事，这可是个大事，谁抓住是谁，抓不住那就不是你的。你觉得回避了，像庆贤说，不行，我累了，我去念佛去，你念去吧。等你坐禅的功夫就丢了，不是说念佛不好，你得什么玩意儿的抓住一条，一猛扎进去，就别怕那些什么烂眼睛了、腿疼了、身疮了、什么痔疮了、流血了，那算个什么呀？你说那还如果这要算事儿，那别修行了。我跟你说，就我在闭关的时候，我每天上厕所的时候，上厕所。那个冬天的，就咱说冬天，那是那个粪便上，那几乎是多半面全是血，因为老在那坐着，就痔疮就犯了，干燥火上火，那肯定自然的了。吃饭也不挑，给什么吃什么，心脏给什么吃，不挑，那大便都是干燥，完事就淌血，那淌的血呢，那底下全是通红的。在去的之前，拿那个手指啊，得包一包炉灰，往那撒上，不让他看，不让秦章看的。你看他不上火了，他不让他看，都得天天的那么撒。你都得经过这关，不经过这关，流点血，你怎么你撒那么多生，你死那么多肉，不流点血能行？是不是？这都很正常的事。所以说呢，别拿着困难当困难，越有困难的时候越得挺得住。什么瘦了，眼睛花了，什么眼睛红了，什么牙齿疼了，什么生口腔溃疡了，什么痔疮了，胃疼了，那玩意儿胃疼就拿拳头怼一怼就完事儿了。三，你天天看着坐禅的要求，那都得好好的，什么毛病没有？我看那大老道还行。老道去养身体，养长命百岁那行，这是修道，你必须跟你的业力做斗争，必须你得战胜它，任何身体所产生的生理的反应都不在话下，你才能产生病力。身体本来是假的，痛苦也是假的，痛苦是你的业力所参与了身体里，不是身体产生的痛苦，你这个得明白。你像眼纸是，你眼完了一纸，你们的眼纸都知道，眼完纸的手指还疼呢，眼没有了手指它还疼，你那究竟是手又疼呢，还是你的妄想疼，不然就摆了。所以说身体的痛苦和身体没关系，都是你的业，你这个坚持这一条就完事了。
要不就上当，我身体不行了，我是胃有溃疡了，我这样难受了，你我的肾脏不行了，你等着吧。最后结果只能是被骗。你到医院检查，肯定和你的想法一样，事件也就这样，都是一样。那虚云老和他就不听，那七窍六穴还坐残，他不听他就过来了，你听就被骗了，你永远是个药包子，成天吃药，成天去养病，最后你整个你就完了，你完了。所以说你就顶住，就是不放松，大不了就是一个事儿，死了就我就死了，你就完事儿了，你这才闯了一关。你没有这决心，就这么点痛苦就不行，腿疼了，这不腿我受不了了，关节不行了，这关节不行，疼不行，我伸腿行不行？伸腿也能坐残，走道都能坐残，何况伸个腿，坐着也能坐残，都能坐，怎么都能坐。静行什么？静行我告诉你，最静行就是坐禅，啥就走着坐。什么叫静行？静行就走着坐禅。我们把禅定都是放在哪呢？都放在这个盘腿，我叫坐禅，离开腿我就不坐禅。蹲着坐着都可以，有时间就可以做，这样的话就会禅成，就把念就收回来。坐禅只是个名，实际上就是回首六根，和念佛一样，都是回首六根。你说那个老师吧，你说回首六根，是不是先找一根先回？什么叫一根？找不是一根，不是这个一根，是意，就是意念的意啊。你想到哪，你动到哪，碰到哪，就跟哪受啊。我先受耳根，那随便吃，那好使吗？那不好使，光听耳朵了，耳朵也没受回来，嘴还割坏了，是不是？碰到哪我就受哪啊。什么叫回首六根？就是一根回首，六根回首，我。但是怎么去达到六根回首，碰到哪我收哪，你这才能起作用啊。这个敌人我不打，那个敌人不打，等我当官出来打，当官没到当官出来，你早被那上面那敌人都给消灭掉，你找谁去，是不是？你见着敌人就打就完事儿，早晚把那个主要敌人给我们打出来，打出来你把他消灭掉就行，就完事儿。不是哪个重要哪个不重，哪个都重要，哪都得回首，这才行。嗯，但是你比如说我念佛啊，我用耳根啊，或者我用舌啊，我来舌心啊，这都可以。哎，以它为主，但是不管以它为主，是以它为主，但是主要的就是说，我们就是见哪根念哪根，就是当下，就是当下那一念，你不在当下一念松功夫，那都是假，都假的。最后是你怎么修，五个眼你就堵住三个眼两个眼，最后那些眼还照样漏，堵一个眼那好使吗？不好使的事儿。说这个眼堵住，我其他眼就都堵住了，你真能堵住吗？其他的就这一个眼也得靠其他眼来维护它才能堵住，它本来都是一个眼，只是变化不同，在这个就像那个假眼似的。你啊，今天撞个岁数大的啊，这不是那个撞个，明天撞个岁数小，这也不是，你找吧，就哪个他都是家人，说哪遇到个家人我就念到他，念到一个是一个，最后他的正脸就会出来，他都是一个根啊，不是六根，说是六，实际上就是一个根，他变化六，所以说你见到他会读的，就像章鱼似的，哪个虚的都是章鱼，你看这虚的是那个虚不是，你抓住它哪碰它，它哪先伸出就抓住哪个就完事儿，抓住一个是一个，啊，就穷人能打，完事儿。以前理解错了，包括看《楞严经》也理解错了，就是说它是分了好几个法门，你先这个法门就做好，其他就完事儿，理解错了。
也不是理解错，就算是这事儿，你想想，你说我就想收，那我就想收耳根啊，你说你现在吃饭的时候你可以造成漏啊，你可以一根你可以造成漏，其他根都可以造成漏，最后你想再收那个耳根的时候，你根本就收不住，也不可能收。说是一根回收啊，六根回收，就说明六根和一根是一个，所以说你收六根就等于收一根，收一根也等于收六根，是完全。但是你就是别特意找明白，遇到哪我就开始做哪。所以说为什么戒律要定出200多条戒律呢？就是因为有六根，所以说它有各个方面变化，能变化成250条的曲子，所以说250条的曲子，我都要用戒律把它控制。所以说这才找到六根，六根灭掉才能找到那一根。戒律干什么？就是收六根。坐禅干嘛？也收六根，念佛也是收六根，都收六根。就我跟大伙说这个意思，该坐禅还得坐，你别把机会扔掉。等将来你们有一天闭关的时候，给你扔到关房里，你一下就让你3年，那时候你就傻眼了。你平时不练的时候，人家那根本就不好使。上火都得上，你都得逼。那六雷在里面，你他不干，像孙悟空似的，你不弄到那个火炉里去烧他，孙悟空他能理解，他不理解，他一想往外蹦，但是你就得烧，烧完最后他得好处。人也是这样，你就得硬逼他。腿疼啊也得练，但是呢也用不着太过分的练。我说什么意思，腿疼它疼我也练着，但是呢我也不放松，但我也不是去硬掰把它掰伤，掰伤也好长时间也恢复不了。就是说我不管在什么条件我都要坐禅，我就是坐，我腿伸直我也上去，我走道我也能坐禅，坐椅子上嘛，同样我也能坐禅。一样，你把坐禅画的各个行，各个方面就完事儿。就是妄想控制不住才这么干的，妄想控就是妄想出来。你看腿本来弹挺好的，一点都不疼，你刚动一下，哎呀，这一点不疼。一会儿就不行了，就疼了，动劲儿了。刚才说的挺好，这会儿就不行了。你不动劲儿，他一点都不疼。你像警察似的，你要拿个枪在后面鼻子呢，不许动。你看你别说坐一个小时，坐24小时也没事。他怕死啊，那就没事。咱们现在就是放松。所以大伙儿努力吧，坐禅还得。我们得好好做，别浪费时间。另外呢，坐禅一个是后面垫高一点，你像你啊腰好，腿挺好，但是胸得挺起来。我跟你说，记住了一句话，修行呢就是在念念之中修行，不是长和短，有一分钟时间我就修一分钟，有半个小时我修半个小时，有一个小时我修一个小时，没有长短之说。至于腰直不直起来，坐着我就直，我就直，就他一开始挺，就挺，我就完事儿了。至于半个小时，那我就半个小时，一个小时我就一个小时，两个小时就两个小时，不要有任何条件，你记住了。他现在烧的时候，他护住路线啊，混尘，混尘也不要紧，你混尘呢，你就混尘我也做，但是我把药存起来。刚开始可能混尘，时间长你挺直了，他慢慢他就不混尘了。什么？他是说混尘的时候打香板，打完香板打了几下之后，他说这时候要下去跪。他说这时候呢是跪的还是坐的？你将你干啥干啥？什么叫禅定啊？禅定就是悟啊。你那个坐禅是什么叫坐禅呢？你记住了，坐禅就腿一盘，
就没有啥也没有，入定了就完事儿了。什么叫什么叫除病呢？那边一想说不能想，我就除定了，和他一样同时除定。那边相反一想，这边就除定了。除定刚才做不做禅不知道，没有那种做禅的感觉，什么感觉没有，就很像刚才刚刚唠完一句话，刚说到哪一块了，哎，咱还再继续唠，那叫做禅，那叫禅定。你那都是有一种意念在搁那里面，哦，慢慢我沉下来了，慢慢我又开始醒了，那都是意念在作怪，那不是真正的禅定，知道吗？真正禅定就是说入禅定，马上就入，没有什么合理的说，还有点，哎呀，调调息怎么大呢？就完事儿，人就完事儿了，完了说出定了，马上出定了，那刚才说的哪一块儿？还继续说，还继续唠。就像那段时间根本不存在似的，那才行，这叫禅定。你听他讲，哎呀，刚才我做的挺好，那身体可舒服了，那还是初步功，咱不能说没有功，那是初步功。哎呀，做的身体挺舒服的，那还在意念上下功夫呢，没脱离你的这个意念，这个意念是不能用的。做禅就拿盘腿就做就完事儿了，错。一分钟和一个小时是一样，一个小时和一分钟都是一样的，它没有区别，所以超越时间，所以不管那个，哎，我们要的是什么？什么叫禅定？就是说，就要的当下那一瞬间，什么妄想没有，就完事儿。想叫他，想让他知道的时候就知道，想不让他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像走道也是一样，睁着眼睛可以坐禅，什么飞机响，这个响呢，该听不见的时候马上就听不见，什么也听不见。说没有想法的时候就瞅着大伙儿，什么想法没有，你在不在我根本不知道，连自己也不知道，瞅着你不知道，但你所想办的事全能办，那叫禅定。我们的要求都禅定，都什么禅定？哎呀，都靠意念力，完了慢慢啊静下来，然后连昏沉带困烦这都一起就来了，来了完回来除定呢，也是所谓的定时也没定住，哎呀到寺院了，干什么睁眼了，还感觉身体坐哪样，真累，那啥感觉都没有，因为是念断了，妄想断了，那才行。这要求没深深的东西，不要最从眼前那点小的境界，但是身体的长期做生意不是马上有，但是也得靠你平时舍念，平时不舍念同样的功能也没有。所以说你别考虑我想做时间长我才干嘛呢，那还不行，不能要求时间长，我就要有什么条件我就修什么，你给我一分钟时间，我上趟厕所，我回来我都能把这就能录一会儿定，就得有这功夫，就这几步道吧，有十步二十步吧，我其实五岁会我都可以录会儿定。你平时得锻炼这功夫，就做四下这就是。他说做的时间短，破四下很难破。你别提破四下，你那时间长叫破四下吗？破四下就一瞬间破四下。哪有什么时间长破四相呢？时间长了那没事的，就在那合计，这会儿就睡了。也不是说时间长破四相，真正破四相就是一瞬间。修是见修，悟是顿悟，顿悟什么？顿悟才叫破四相。什么叫悟？就是破四相，就是一瞬间就完事儿。所以说你别要求那个东西。不是说我们做不到，我们就得要求那个。你别要求那个，才有那个，才会达到那种。你越有要求，将来就会产生心理的障碍。你自个儿就把自个儿的障住了。不行，我得做时间长才有定，没有这功夫不能修，这哪能修？你看看大伙儿走道的互相撞的，你这还能修？那你不行，那你就得什么时间都是抓紧一切时间，有一分钟我修一分钟，何况都师兄弟之间。互相还你谁也不能害你，你怕什么玩意儿？你要掉下来还有人拽你，那你多好。那时候我们进行的时候，那我进行的时候，那走到汽车旁边还进行，有时候都往汽车上撞，那你咋的？
差点的那手都摸到你公安局那个车，公安局那几个全都也不瞅我，那手指就差那么高，就摸到那个汽车那个盖上，那都不知道。完了，一瞬间要摸的时候，突然停住了，一睁眼睛一看，别怎么就是汽车，完了赶紧退一步，后边那几个人不瞅我就进去，那武警。我他走了，我就往我还继续往前走，那武警是哈哈大笑，说看着这怪异，你都得那样去，还笑笑的，我还继续走，那都不怕死的往前干，那你要撞死怎么办？你说，是不是？要公安局给打一顿怎么办？你抓一顿怎么办？他没有那个事儿，你走到那个公路那个中间，你说这汽车把你撞了吗？那你不修了，啥条件都不讲，有一没说吗？进行也好，坐禅也好，多大地方都可以进行，就这么大的地方，这一米见方同样可以进行，一样可以进行，不是说要个地方，越要有要求的地方，你心里越有要求，使你这个禅定越来越做不下去，甚给哪个地方你还同样做不下去，你会有胜出另外的要求，只有没有要求的人在硬的地方上都能做的，慢慢培养自控，最后你在真正做禅的时候，那一下想入定的时候，记忆原来一下就入定，什么条件最简，什么条件都不行，没有用。现在我们就是什么呢？条件要求太多，你现在条件就很好，有房子，不让你下雨冬天冻不着，夏天雨淋不着，这就已经很好，吃饭能吃饱了就完事儿了，其他的再没有考虑的余地了，何况这么都是师兄弟还没有坏，您说多好意思。所以条件最好了就得知道珍惜，马上就得抓紧，什么条件再不能要求任何条件，任何条件都是不行，我跟你说，有时候给条件都不要，那不要条件，那要什么条件？要条件还能修啊？本来就是要创造修道的条件，修道条件就是不管你好和坏，我都能修，我都不在乎外界的情况，我都不欺负媒体。你上延边大会堂，我该坐禅我坐禅；你上个臭水沟的狗洞里，我也能坐禅去，就得有这想。所以说别分别这些东西，要不说那个二祖啊慧可怎么最后还往妓院里跑，就在任何条件他都能修行，那才行。我们就是刚开始就要求条件，这就不行，这不能要求了。至于外面给你创造便宜，那是外面条件事，那是事不事，师傅愿意做事，他愿意给你创造，那创造那踏实。但是我呢，作为我们修行，不应该要任何条件。哎，什么条件不干？什么条件我都能修，就完事儿了。这是最好的。刚才我讲能运老和，你想想，那大海风那么脆弱，后背脆弱，那七十来岁的人，你说还在那坐呢？你说我要叫我们哪个能去做啥呢？这不行啊，这师傅得风湿怎么办？你说啊，冻坏了怎么办？人家说人家不会保管，能用老何本身就是老中医，他最懂的是保养这一套，只有最后是秀出暖法出来。这会儿人家走的时候，人家自个儿能坐住。没错，师傅，你就是说，起了个念头有所要求，但是这时候念头没办法控制，只能在身口上，控制说。念头谁都得起，起你不离他就完事儿了。不打他啊，他骗你，就叫我都不理你完事儿。身口上就管不住。对，在某一项。在互相都有斗争，比如说
这个条件不适合，在一般人的认为不合适合条件修行的时候，你认为可以修的时候，他必然他跟自己和自己要争夺的，你争夺争夺你，我就修就完事儿。我写那经行你看看，不管室外小行，小行指什么，就有一寸地方我也能修，我也能经行，就这么大地方同样经行。刚才我那个闭关地方可能有多少，那个有个两块半砖这么长，有一块半这么宽，没有一块半，就是苹果就一块半，就这么宽。有时走走就撞墙上了，那鼻子正好撞墙上，那撞门上那太正常了。嗯，撞。是，我到这最后那啥了，这是好做。好做，就是好做行。我跟你讲，你得知道什么叫好做，不是我就盘腿坐叫好做，真正的坐禅，禅是什么？外离一切相，内一心不乱为禅。你除了这都不叫禅，不是盘腿叫禅。哎，你至少一心不乱，外离一切相，完了就这么两句话，其他都说都没有用。什么条件？什么条件？等条件都给你了，咱该回话的时候。是不是？那个条件给你没有用了，都得在什么呢？不给条件下才能修行，这就是咱的特点。所以说，别人为什么有时候修行，为什么有的不上路，就成天讲条件，成天创造条件，等你创造条件，什么都凉。所以说，不管什么条件，我就是修行就完事儿了。所以说，静行我讲的很明白，什么石坑啊、大小啊。室外啊，哪我都讲了，就是说不管任何条件，说错了就是一句话，我都要去修行，就上卫生间的空我就修行，嗯，甚至吃饭那种我都可以入定，都得要求这样自在心。所以说过去主那个大德不讲念慈，念慈什么叫念慈，就是这个念始终是不离开的，老在那块，老在那块，这像个针似的，这样有一个缝我就能钻进去，哎，除非你不给我缝，你给我缝我就能钻进去，就完事儿了。就我刚才不讲了吗？他想你的，他越想我越做。你怎么你不做他就不想了吗？你不做想的更多，你只有做才发现他想，不是你做他就想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想从哪来？从你原先这个脑子里就存在这个东西。等你一坐静下来了，发现了啊，你越静就发现脑子想东西越多。实际当你发现想的时候，它已经开始速度开始慢下来。当你发现这个想，哎呀，我怎么这么多妄想？实际那个时候妄想的速度已经开始减慢了。你不减慢，你是发现不了的。有的人认为，哎呀，你看我这一天打坐，不打坐没有妄想，一打坐是妄想怎么这么多？实际上你还不知道，你要不咋做那妄想比这还快，根本你都察觉不出来，速度可能一分钟就一千下，你这一咋做可能一分钟可能变成了五百下，哎，他你发现了啊、哦、这个影子一看啊、哦、它在乱动的，实际速度慢了你才能发现。不要怕妄想，妄想说明你发现了妄想，你才能消灭妄想，你发现不了妄想还不好使。就像人似的，你说坚固妄想在哪呢？嗯，你有的时候我一坐禅呢，我什么境界都没有，去黑，你要去黑那还真不错了，你快找到那个门，你不去黑都不好走，你以为这是啥？这不是黑啊，只不过不认识，给你画点图画你就认为是亮的，画个太阳你觉得光明，画个白色你觉得亮的，都是骗的。发大菩提心，能不能自信不好长相？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呐！把心能实现一下。你记住了，你可能没听我讲那个带，我那里就讲了一个什么叫菩提心，不是嘴上说几句叫菩提心，那不叫菩提，那叫牙疼咒，啥用不管，那是发个愿而已。
真正的菩提心是在于你不断的努力，不断的禅定，而且不断的持戒精神上才升起的是菩提心。菩提心是突然发起来的，不是嘴说出来的。菩提心一旦发起，它不退心，它是无相心。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人把菩提心认为是什么呢，是一种法愿，把愿里哎发一个愿，我起个咒，哎起我起个誓，这就是菩提心，这不是。所以说有很多说我是发菩提心，去年挺好，今年就不行了。他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是菩提心。菩提心那是成佛的种子，那是，那能退转吗？他不可能退转的事儿。所以想发菩提心，从哪？从持戒开始。持戒开始，从禅定开始，这才行。从为大众服务开始，就这么点基因，从这点基因开始，不要盲目的先找个果，所以走错路了就完了。成天发菩提，哪一天呢发了一个月俩月又没了，后我回来我再发，总没，他就找不到原因。原因在哪？他不是菩提心，那菩提心是个无相心，是个不分别心。是言辞借的清净心所生起来的，你这才是对的，所以不能那么做。所以我现在看着，你看着居士发菩提心很多，退道的可多了可多了。今天成天都讲师父，我发的菩提心呢，我发完了，我在佛前已经发完了。我一听这就完了，这是哪回？这不是菩提心，你那没办法，他就要把这认为菩提心，所以不能认为。只是发了一个愿，发了一个愿而已。所以说他所发出的一切都是不真实的，而且没有基础，只不过是鹦鹉学舌，他不是从心里发出来，是别人告诉他照书本念的，看别人的拿出来的。他怎么是菩提心呢？菩提是你自个儿内心所发出来的，那是菩提心。所以菩提心必须在清净心的基础上，还得有定力，还得有无相，那清净就得言辞戒律。你有定力，就得不断的努力和坐禅，和他减少妄想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个无我，无我，我们刚开始不可能达到无我，所以你必须照无我做，为大众服务去。不分别，这样你慢慢达到无我。所以这些基础都具备的时候，当因缘成熟的时候，突然一天一下就发出来，当发出来的时候，你这一辈子你受用不完，它不会退转。所以我们现在说给讲的，就把菩提心就讲什么，就是个法愿啊，像提醒老和尚那牙疼咒啊，那啥用不起，就是糊弄糊弄人而已，只是牙疼，只是不起什么作用，也不能说一点作用不起，但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确实不行。所以你想发菩提，你就得往这样闹。我不是糊弄你，我这糊弄你，我也像他那么说，那话好说，那都是骗人的事儿。是，我也听一个就是说，现在先就是发菩提心，就他那个论，那个论，他不先学戒，他学那论，哎，对我可麻烦了。我心里想，这也现实界呀。论的他说的要对，但是学论也行，学什么都行。但是你现在你不在戒的基础上，你学那东西他就没有基础。等你学完论了以后，他传承的知见就抵触这个戒律。如果你学戒律的，和反而能对论能进一步深入理解，反而不论反而助你的戒律，戒律反而助你的论。所以说就看你什么。就是像那个磨刀不误砍柴工一样，他光想就砍柴，拿个锤子就砍，噼里啪啦砍了大半天，没砍几个子儿，刀也坏了，就算拉倒了。他冤谁？他冤刀，刀是好刀，你关键你没磨，你要磨了他就不是这样的。先磨刀，先找出基础的东西，所以哪一步都有他的步骤，就必须从基础开始。我体会最深的就是画画，原先的我画画就随便就画，先画个圆圈，再画眼睛，
人家画画不是，人现你先画眼睛后画脸，我就不行，所以说我一辈子我也成不了画家。你自个儿想象的东西不好使，所以你伪放规律不好，必须得先干嘛呢？先从技术开始。是这个那说这点就是大家做财是吧？还得努力啊，别懈怠，别懈怠，别以为是，哎呀，这遭罪呀、啊，痛苦啊。这些吃饭吃不下去了，什么大病干燥了，这些事儿都牙疼了，这没有啥意思。嗯，心脏可能现在可能知道我那时候上厕所这心的便血，他都不从来没让他，几乎将近三年两年多吧，没让他不到三年时间没让他看过 我在厕所便血，几乎是上厕所便血几乎一样。不让你看了，哪有鬼就抱你，就傻了你完了。要看着就给你弄药了，就用药了，是不是？用药当然是好了，但是你那个心就不老实。另外你不是吓唬他，另外也对心也不老实，那另外他就找居士的要药去了，是不是？就判冤了，说你硬咳的，就流点血，那算个啥事儿？所以啥事儿没有，有时候流点血还好呢，嗯，就身体好。你就像你牙疼，牙疼好，那省得火搁里头憋着，都出来挺好。嗯，有时候火出来不是坏事儿，你不经过这个考验都不好使。你看那个鸟似的，光关进笼子，使劲撞笼子，毛都撞坏了。嗯，这会儿老子你大吗？他毛也没事儿，所以人也是必须把他关得老老实实。你捆得越死，也就是一句话，你真把你身体捆得越死，你这个心，哎，才能活起来。人心死，道心生，就这么说。另外呢，就是这个长战的这个也挺重要，因为啥呢？咱们一年到头就两次法会，对居士呢多少也得有个交代。不是咱们爱好的人，咱用咱的认真的学站的这个心，到那天很多居士来上咱们来忏悔也好，法会也好，咱用咱那个清净心把它布置出去，让他们得福。也就是咱报答一些恩情，你咱吃的用的不都居士来供养，是吧？一年就两次。胆子还是挺好的，来不搞，做也太不搞，嗯，这就完事儿了。有时候有些事情现在就佛教呢还处于不是完全正规的条件下，有些事还得做，你不能不做。你像超拔吉祥，本来这个事儿都用不着搞的，修行就修行，搞这个干嘛？但是你现在外面的超拔吉祥全要钱，老百姓弄得对佛教成了怨言了，把佛教看成没有希望了。所以咱们搞这个就是要纠正这个风。现在就等待因缘，因缘一旦成熟了，霸道一刀断，什么也不管，是吧？你看现在放生的就少了，这一点没有了吧？告诉王主，你放生，你们自个儿举着念经去。不用上这儿放，你放完回来，他那天他说，他说这个鱼啊，就不少死，我挺恼火。我说怎么办呢？他听，我说正好我这借坡就下鱼就完事儿。我说你念，好的忏悔说你师傅不行，你还得你念。我说不行，那鱼那个重要，你不能老在死这里，去是念一样。都个别咱们念一念就完事儿。慢慢来，一点儿捋顺过来就好了。去世也明白这个道理了，咱们也慢慢也就渐渐往正义走。